这样子的一套。水晶的路上，紫水晶、红水晶、粉晶，呀，我只记得他们的英文名了，中文我不知道叫啥。但这个白金的 points， 我觉得很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一种。我最终选好的。OK， 所以我刚刚买完了水晶，然后现在我要去 Whole Foods 去开会呀， yeah， 然后还要发各种各样的邮件。这两天洛杉矶的天气突然又变冷了，所以又得穿的就是比较厚一点。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小伙伴问我的项链是什么牌子，这个其实是我很早很早之前跟我外婆还有我妈一起去逛街的时候买的施华洛世奇的一款，它那个里边的那个星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反正它是会动的。它还有，当时我还一起买了两个耳环，也是一个 set up， 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套。我们要出门啦，过来。你很高兴吗？嗯，你很高兴吗？ No， No， stay， I told you to stay。Is this our door? Yes, how are you? 这是洋葱圈，这个是那个 king crab。 啊， king crab， OK， 这个是你可能觉得它是薯片，但是它叫什么 goat beet， 但是它是不是
原先就长这样，还是你吃剩了长这样？它原本就没有很多这个东西。Mango powder and our it's topped off with a 25-year-old Islamic vinaigrette. Wow.一个手的幽灵Wednesday 里面那个汉子你看这样不就不焦虑了吗？你知道作为一个宅看到这样会更焦虑、啊、对智商更低按平按宝宝连砍完全不动因为他困了、嗯自己走好不好？自己走，自己走回家。来，哦，上6点，然后我已经出门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在海滩拍一天。身体已经渐渐适应了这个5点钟、4点钟起的这个生物钟。天还是黑的，都还是花。